年十二月有一次嘛，对。就是海轩好处就是在圣地亚哥 local 的。对，海轩是在圣地亚哥。随时当天来回的可以。你住在圣地亚哥的人，你不用住进去他那个营会里面，你就每天就是开车去，开车回就行。对，为什么我说这种会议要去参加？因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对于你的信仰，你要了解到跟你一样的那些华人们，他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，你不是只是做一个礼拜天的教徒而已。很多基督徒都搞不清楚，我礼拜天去聚会就好了，然后我就做好我自己的本分，我就是一个基督徒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一个信仰，真正的信仰是生命的翻转，生命的建造。那生命的建造涉及到你有没有对你这个信仰认真。好，你如果对你的信仰认真，你就会渴慕希望在这个信仰里面，借着你所信里面，能够在你的生命使你这个人越来越好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当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加的想要知道说，哦，那其他的我是不是跟其他基督徒都一起在被神建造。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就是因为基督徒是一个成圣的过程，是一直要，佛教叫做修，我们不是修，但我们也是要学习的，要学习成圣。哦，所以你就会知道说，其他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个世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在各个不同的角落，他们学到了一个什么程度？那现在在基督教在这个全世界又占了一个什么角色？特别是现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伊斯兰教的兴旺的兴起，很多基督徒都还没搞清楚自己在干嘛，还没觉醒过来，其实已经很严峻了。你知道最近在欧洲，特别在英国，500间教会都关门了，但是清真寺起来，几百间几百间的起来，很可怕的。所以这就是你需要去了解的。你可能对伊斯兰教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我可以稍微的告诉你们，伊斯兰教不是一个温和的教，很可怕的。为什么会有 ISIS 的存在？哦，这个教很多人如果说，哎，我也是伊斯兰教啊，然后我是温和派的啊，那是因为你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伊斯兰教徒。真正的很积极的伊斯兰教徒都是非常积极的，而且可兰经里面从第9章开始一直到后面都是讲杀鱼，只要是这个世界上跟他们不同教的人，杀杀无赦，这就是伊斯兰教他们的宗旨，所以才会有 ISIS 的存在。所以他们是不能够容忍别的教的，不可以的。所以你要了解你所在的这个世界现在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局势，基督徒应该要起来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责任，为主发光。好，在这种海宣的特会，在拆船大会都会讲，因为我都会有世界级的讲员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所以去听这些都是对你很有益的。就是下周末从礼拜五晚上开始，5、6、1，对，你就会知道，就是借着这些讲员，神会借着他们会对你说话，然后你也会开始知道说现在外面的世界局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，会学到很多东西。对，所以像这样的特会有，尤其又你们又大家都住在 San Diego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好幸运哦，他们又在到 San Diego 来建立，来有这种特会，真的鼓励大家去。好，对，住址哈 ，University of San Diego 就在 Mesa College 那旁边那边，后面 Loma。对，Linda Vista。对，哦，好像还没有那么远，就来 Linda Vista。对，我会发到微信，发到微信，大家对，能去参加的就去参加，好，能去参加的鼓励大家参加。10月啊，对，还有一点，我们10月16号，我们13号要回国，16号不是13号，啊，16号，对，16号我跟牧师是回国内，所以可能那个期末考要到11月初，所以你们很幸运，你们这一期的人，对，那我11月初要回国，我理解考。可能我们11月中吧，反正就是在感恩节之前会有期末考。嗯，我要到12月份回来。
哇！因为我觉得你这个11月底就结束了，所以我想说我安排了11月底回去。没关系，啊啊啊！可以提前考，你提前考试也可以，或者你汇演的时候再来考试吧。汇演什么时候汇演？通常就是我们的每一期结束之后就有个汇演。结束就可能也上礼拜了，嗯嗯嗯。结束大概是11月，那可能就是在12月初会有汇演。哦，好，12月初。十二月初我来考。对对对对，所以。10月13号你不在。16号，10月16号到11月2号，我跟牧师不在。哦。对，我们会往中国大陆去。对对，所以。13号会在哈。13号在，还在。对。16号就不在。对，所以你们这期很幸运哦，那个第八期好惨啊。一点放假都没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就这样结束。好，下次见哈。加油。把钱放这里。对对对对。没有放这里，有没有？想放这里的就放这里。标个标志，对，需要标志。对，你自己找一个什么样的，给你标一下，你认得就是你的琴哈。要下才找到。不要放这里。放这里。我要放这里。没放这里吗？不要。开回家。我也要放在这里。哦，没放这里，不要说这里，你这样太多差不多了，你去写名字，你带走。我带走。OK， 你放这里。对，我放这里。那太多一样的琴的时候，你要买一个这个。我这个去哪里买？去上网。上网。大概10块钱左右，但是里面就不要吧。加一点，很多的。哦，对，找找看就可以，不一样。我捐掉了，我就这样看在这里，可以，谁的手机呀？不是，或者先不买了，再看看那个助理，这个。我回去好好，这个都捐了好多以前。对。就那个。黑哥，那个是你的手机，但是我现在不行。那个是你的电话，经过上次都给你夹一个。你把盒子扔掉了。我行。对呀，因为我买了一个盒子。就是他盒子那个，他那个加工那包装那外面，那我看我就。我连盒子留下，我说当时摘下来了。对啊，这样收起来容易吗？哦，也是。那我想要搬过来，你要搬过来的时候，你就拿包都没来得及，这样光着。是要捐地还是？这说椅子吗？哦，对对。椅子请摆到后面哈，然后桌子要靠边。太棒了！对呀、啊，小丽，你现在好大。钢琴的比赛。那你那样的话，你是坐飞机啊？没有，去的我们自己去。我们去玩。那你用个塑料袋。下去。我给你塑料袋，我那个塑料袋拿去。没事，我会这个。靠边，是，这个叫那个叫他那个是，
对，这样就对，然后这个也是往那边。师傅，这个的话，这个，两个大厂在这边，好像有一个小的都在那边。对，这样子。有一个这个是往那边，它 parallel 就跟它一样。对，然后这个大的跟这两个是靠这里。需要用。对对，刚好还有。这个也是靠那边啊。我这个反而来的。对，换哪里？这个。只有那一个白的。对，这样这样。其他都是就靠边的。然后那个就像他那样，就像那样子 parallel 的话，好多。然后那个是往那边。第三课。我第二个、第三个。下来，你们要收起来。等一下，我来搞这个吧。你来搞。对对对。哦，那还是你就还是，但是我也有看过第七期的书，啊，就把它认真的，那我就在学上，他特别讲那个乐理知识，说他因为就会讲到大调、小调，讲升降，是吧？那个事就比较少。对，我当时来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教材，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就下不去，进不去，因为你没有教材，上不了讲的。啊，对。